来这里发现一个大鳝鱼洞啊，你把我们的爬开了啊，这鳝鱼比较大啊，我们直接放钩子进去钓它。这条货比较大，中了，轻轻。就这要轻轻松松哦。哦。哇塞。还不愿意出来。哇。哪里塞的？哦。小强哥送你10个玫瑰花。走。这么大一条，来喜欢户外的老铁双击加关注，直播更精彩。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户外精彩直播，你看这头全是肉肉。